观众大家晚安，欢迎收看这个我们日本大文明的节目哈，我是这个时光组阿克。哎，今天要打这个是 Street Fighter V， 哎，看一下现在直播有没有成功。好来，好，应该是有画面了。好，今天的节目非常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跟平常还是差不多，所以没有什么不一样哈。废话，嗨，红酒晚安，天地长晚安。这个可以，红酒长，你有没有快打旋风？有没有买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粉丝团里面已经有 PO 说，我要介绍一支非常屌的摇杆，是什么摇杆呢？他一定会非常好奇，对不对？阿克已经介绍过这么多支大摇杆了，这次还有什么新的摇杆要推荐给大家呢？大家应该会觉得非常 surprise， 对。不过现在人不够多哈，还不想介绍啊，不是。总之呢，我们今天会打这个快旋风赛哦。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有兴趣想要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切磋一下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讲，可以到时候帮你的这个战士 ID 能够稍微加入一下哦，大家可以稍微玩一下啊。之前已经有加入的朋友们呢，如果现在有收到讯息的话呢，赶快上线哦，大家来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快打旋风五代啊，可以。红酒手残转不出来，康哥长晚安，大家晚安。哎，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房间？现在我坐的这个位置，我的电动间，就在我的正前方这边的40寸萤幕，加上我的摇杆放置的这个专用的位置，超帅嘿，让那个国建商忍不住都要打104了，是不是哈？他也是花不少成本呢，电视一台 ，PS 一台，然后再加上摇杆一座，再加妈的应该也快2万多，快3万了，是吧？啊，不止哦，快4万了，吓死人了。可是为了要那个取得这个最好的游戏的这个状态，所以特别还是 set 了一下，这样，好了，今天不知道大家会打到几点哦。不过看看人了，有没有人进来要来一起玩，这是关键哦。不然我一个人在那边打，我也撑不下去哈。啊，库里长，我们在招一斗鱼啊。我现在是有开这个派对的状态哦，所以今天呢稍微晚一点的话，或许我们这个天之声一号这个头号的这个非常这个大的大魔王角色哈，不是我们的班长上。可能会加入到我们的派对齁。那班长其实他本身对于快旋风也非常非常的熟悉齁。至少他的那个功力应该是在我之上齁。所以他如果上线的话呢，大家有关于快打旋风的一些问题齁，如果是各位是新手的话，或是各位对快旋风有兴趣的话呢，到时候他上线可以问一些问题，他都可以回答齁。包含基本的技巧啊，还有一些如何做连段，以及所谓那个攻击取消，还有一些比较怎么样打快打的诀窍，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话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分享，因为光打的话应付就快应付不来了。如果说有这个班长上在旁边来 support 我的一下，可能会更好。就是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就各位可以在右边的这个聊天室 chatbot 可以发问一些问题。好，这个MLMA 上，我要叫做 ML Master 厂，嘿，晚安，你好，嘿，好。那我们今天说要介绍这款这个快旋风里面的特别利器的这个摇杆是什么呢？妈的，别台一定没有人这样搞，可是我一定就是要这样打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最新特制摇杆，初音音乐游戏键盘，嘿，就是这个。我今天来挑战用这个摇杆来打快打旋风，
好不好？有没有很屌？妈的，这个到时候会打成怎样我也不知道，搞不好超损啊。但是我基本上我会先用那个生存模式来打一下看看，然后搞不好还蛮顺的。对啊，因为我在想它有对应 PS3 的话，然后这总共有八个按钮嘛，方向键跟轻手轻脚，还有中手跟中脚可以用，可能重手最好没有，因为按钮不够这样。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来打。哼，把呆无，日本人嘛有在宠，我唔知，我今仔日用这地来拍哈，好不 ？PS3 哦。顺便推广一下，初音这个游戏基本上是 PS3 的音乐游戏哈。然后本身的话呢，这个摇杆是我那时候买，但不便宜哦，3000多块了嘿。其实是音乐键盘的话，在玩初音游戏就是仿那个大型电玩的这个机板的模拟版，比较小哈。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就是长这个样子。哦，用这个来打，有没有很屌？有没有？好。所以这个按钮呢，其实很大颗哈，这有方向键跟这个4颗按钮哈，所以到时候打的话，我们就可以弄看哈。大叔拿着初音，为什么不会不自觉一直偷笑啊？不舒服，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也有东西，我是因为这一支摇杆非常有兴趣，你知道吗？这个摇杆我买了以后，我其实玩没几次，对啊，然后无聊的话，基本上我还想说，啊，既然 PS3 摇杆都有对应的话，搞不好就可以打。那我们先来这个配对一下。重点是摄影机要拍到还行，先不要拍我的脸，我的脸不是重点。来看这个摇杆搭起来是怎么样啊？看，人类史上初次用初音摇杆来打《快打旋风五代》，好不好？看，可是不好做，先确认一下。那我先固定一下这个摇杆，这个 camera， 加拍谁哈？加蛋姐的，不太好瞧。加拍固定了。没做阿哥想什么，有的没有最会玩游戏人跟做游戏人都比较疯狂一点。嘿，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本人是做游戏开发的，所以人可能有点怪怪。不过如果不是怪怪的人，怎么来做这一行呢？是不是？干，可是我的 Webcam 好难瞧哦，为什么？看有没有别的方法？放在 P3 这里 ，OK， 这样子好了。可是位置可能有点怪怪的，好吧，这样可以哦。好，我们先拼一下这个摇杆，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按钮哈。这边是方向键，啊，这是拳头跟手跟脚。你的人也是怪怪的啊，这样子啊。大家都是怪怪的才会来玩游戏啊，游戏的人就是非常的有趣，这样还是有趣的。挑战心，对不对？才有乐趣嘛。好，我来拼一下，看这支摇杆行不行？应该是可以啊。既然它都已经对应了，来传统摇头一阵。哦，可以。好，太帅了。好，我们来哈基内米库，嘿，初音未来之格斗摇杆，好不好？售价3300块，哈，完全对应，但是没有重脚跟重手，嘿。然后方向键这些都有了，哈，类比摇杆无法对应的感觉，哈，好像没有用，嘿。好，你看我连选单我都可以选哦，有没有很嗨？是贵的。我们用生存模式，看等一下你要用这个跟人家对打的话，我觉得我超屌的。我们先用简单好了，我怕我会搞不赢。好。要干什么呢？台湾第一，好不好？无人可及，用咪咕来打怪的旋风。你看，又有视觉效果，用咪咕是不是？好，流血。好了，这个
挑战开始哦，啊，之后我们先玩一下，之后我们再开放这个各位朋友一起来对战一下啊。杨军，那 DJ 嘞，嘿，哈 ，You are strong，fight， 波动拳，波动拳应该是，哎、欸，可以嘞，嘿，波动拳，我靠，超屌，嘿，嘿。I don't care， 中拳连断 ，Oh you can， 不是啊，刚才我用超必杀技啊，连断 ，Oh you can， 耶耶 ，OK， 真的可以，哈哈，要笑。超怪的啦，然后照样打不呼，但只是这搞不好用这个初学者还比较容易发气功哦，因为只要按这个再按这个哦，就是下跟右，然后再按拳头就可以发射了。哎呦，看起来蛮顺哦。啊，都给。哎，好像在拍那个什么头弹按钮。哦，混账东西，跳踢。连断，连断，没有中脚啊！可恶！嘿，哈！但我可是大摇王者，好不好？什么大摇都可以对应。啊靠，还是有点惊。中拳，我靠！中拳，哈！喂，去啦，过来！我靠！好。大叔，我觉得你隔天手的关节会痛，这个都可以的，搞不好你可以，可以啦，红酒你 OK 的，好不好？看到我用这个打，你都有信心了，是不是？你、欸、快没血，还是要补一下。哇，超屌 ，yes， 好嗨呀、啊！快，快快快快，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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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哦，龙对龙，横对横，龙卷胸脚下 ，OK。没有中脚的 Ken， 对，就是有点惊，我认真的，要节奏性，要这样拍两颗，这样拍过去，我靠，认真的，龙拳，真龙拳，这种还是有点难敲，哎 shit， 不 shit。高速飞拳呢？刚被我玩坏了是不是？哎，哎，那嘞，哎，啊，都拳，啊，都拳，中拳，啊，血，接爆一把，把一些不能接这个去玩，没问题，亚达瑞，哎，那，感觉是没有补血的人快死了。不行，下一场可能不能边打赛，要认真打，不然会输。因为这没有中脚，没有中脚实在太惊了。哈！啊，都肯！神龙拳，神龙拳比较好，不会好用。神龙拳的 ，Oh shit shit， 啊不对，没有中脚啊。有六拳，靠着感觉打就对了，不能输。没有重拳重脚，就少掉比较重，可以重击敌人的招式啊。还有那个连断的那个两次回旋踢可能就没了，补血一下啊，有点危险。第五关就卡住了。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好不好？日本大游民要挑战的精神，fight， 哈！但龙要小心了，龙不好打。所六拳两段式，嘿，风拳，龙卷旋风脚，不好靠了，哈 ！Don't，Don't，到底，连贯，双拳。Sure you can!
连断啊，超帅了！连断连断，哇，没有连不出来。下次有音乐是不是可以拿摇杆玩？搞不好可以啊，超屌的！耶耶耶耶！要不要补血？不用，满的。这高难度哎，你要发发气功的话，这两颗其实左跟右啊，这两颗要叫啪啪啪啪啪啪一样，要节奏性啊，要摸过去，摸过去，摸过去，啊、这样子有没有？有没有很 DJ 的感觉？DJ 快打旋风，要红卷九九，啊这样子有没有？啊、旋转，啪，旋，啊都啊靠，左溜杆。我还可以用两倍波动拳，对，这是可以。呀，不，跳低，小六，小六天，还有，啊，不来不来，come on， 小六天，小六，笑不出来。磕车啊！哎，这玩起来手真的特别酸，就是。第七关，咦呢？等一下，能不能补啊？有，还是补一下，有点危险。他妈撑打我打赢十关。Okay, welcome to our Japan Deep Gamer. We are trying to play using the.Hatsune Miku controller to play the Street Fighter V, yeah. It's inedible. Unbelievable, but... Yes. 这可以玩呢。好。Hadouken! Hadouken! Shoryuken! Shoryuken! Yeah. Show you, 要有节奏这样，有没有？就是前，然后赶快按下，然后赶快推这个就升龙拳了，有没有？就是我跟大家教的嘛，前下，然后再前，哦，下跟前这边要速度要刚刚好哦，不然出不来。有两个按键，下次要唱歌的时候，我用初音摇杆，对，以你只需要用初音大摇。好，以后会发明了新的名词。呵呵，你改一下那个按钮啊，有就是把新手改掉，不要用，搞不好就 OK 了。升龙拳，我旁边掏出来，升龙拳还是排名要算很准的，难怪很难弄。我去，小六拳，哦，哦哦，糟糕，摔还是可以摔的。呵呵Oh shit! Come on, Shoryuken! Oh, oh, oh! Ah! 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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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m always on the run. Ah! Not okay! Not okay! Ah! Call the UC! UC is like this. Like this. 但是这一排蛮吵的。Hey, boys, 晚安。喂。看你中回复这能打吗？哎，各位日常朋友大家好，我目前介绍的是最新的快打旋风五代的。目前使用的是初音摇杆音乐游戏的大摇杆，非常与众不同，但是证实了这个摇杆是可以玩的。哈，只是玩起来还蛮痛苦的。但是没关系，阿哥有奋斗的精神，刻苦也是可以来挑战这个大摇杆，让他打连段，有没有？哈，下还都看，哦 shit， 哦，还这么给你们都看，那有节奏性的打法有没有？刚才打连招，没有，没有，这这这这这这样子，一二三，一我要干嘛？一二三四，四个针头哦，这就是升龙拳，
上旋怎么办？就是前下右下前沾脚就可以，要按手就是了。我想看这次发道拳，要集气，你那V都不太够，试试看可不可以好了。哎、欸，大绝是这样讲的。耶耶耶耶耶耶！我要回来 ，OK 的。耶、yeah! ！大绝中了。啊，不来不来，不行，那一光又打不好。哦，谢，又打不来。OK， 我认真的 ，OK， 啊 ，shit， 竟然打中大姐，耶、yeah! ！Congratulations， 嗯，好了，阿哥证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只要有心，好不好？各位初学者，就算是拿初音大摇杆一样可以打得很好，好不好？嗯，初音大摇真猛，我也是很意外的，非常 surprise。嗯，我现在坐的这个高度好像，刚刚在拍那个摇杆的位置好像会比较不稳，我们来用后前，我用另外一只好了，但我只能打简单而已，试一下啊。还有 Nash 修好了 ，Nash 突然想买了。各位，这个不是正确的示范，好不好？如果你这个用了打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你也是蛮屌的。买摇杆不要买重哦，我们今天只是为了示范给大家看摇杆这个初音这支摇杆能不能玩，哎、欸，确定是可以玩。可是大家如果要玩格斗系，还是不要选这一支，好不好？音乐游戏就应该要买音乐游戏的摇杆，嗯。有人问那个摇杆好，别怀疑就是初音了，真的吗？没问题 ，Let's go。Here comes the Hatsune Miku controller。OK， Sonic Boom。喂，喂，啊，没有中脚了。这圣龙拳比较难靠的是，就是用靠圣龙拳的招式。Sonic Boom！ 哎 ，Thank you！ 对啊，格斗专用初音摇杆，会不会因为我的直播，然后突然就是这支摇杆突然卖爆好之类？你的积分不足以领取，好吧？继续打，内底不能用，很可惜，不然就可以当重拳来用了。下一次啊 ，Come on！ 我线，哦，超出分龙拳了，那虚最后一点，哦线。Sonic Boom！ 好，干杯干杯！来，哈！干杯有中奖了！别中啊！呀，照样出来！哎呀，下猪喷射机嘿 ！OK。哎，那你这样搞对吗？会不会害到别人？等一下，他不要学，那兄打好像特别辛苦，有点惊。Come on, Ken! I have Miku controller. I will beat you. 哈！哈 ！Yeah!Sonic Boom！ 哦，哦，谢。Sonic Boom！ 哦，谢。
忍让近距离镰刀。OK。呀、yeah! 欸！哎，林舰长，晚安的，嘿。好，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现在用的是他之内密库的这个新的 controller 这一只，这一只要干的是，哎，那个密库，密库的头，太近了，没办法看到哈。等一下再给大家看，目前就是用这一只在玩。OK， 我们日本大民有挑战的精神哦，所以开始。玩一些很奇怪的招式，打不赢人家快打没关系，但是那个 performance 要比人家强啊，是。打你个蹦！哦，我靠的！哦 shit， 阿妹阿妹。哦，我还防摔的，天哪！可是，然后照惯例，阿哥还是会分享一下摇杆打起来的心得哦。这个我目前打状况的话，真的手非常的痛，因为要用的力气实在是比摇杆花太多了，而且用拍的，有刀，拉细的 ，shit man。Come on， 来撞啊靠！差点要撞了，这样啪啪啪，往回去按手。Yeah， 小刀马得过来，没有补血了，这撑得过去吗？大家刚刚帮我集气，可能会过不了了。Forget。Sega 啊，不是，就是卡普孔，搞错游戏了哈。看这个角色应该多一只初音未来的，真的。哈，哪里蹦？手榴弹！我切！啊！林警长还没有找到大摇，那就是这一只啦，初音摇杆非常适合你，你看阿哥都可以玩了，是不是？一样照打不误。Oh my god！会不会因为这次的直播以后造成这一次摇杆的大轰动？哈，阿炫，考虑一下今天这次大摇。Oh shit！ 阿不来不来 ，Ken 长 Ken 长，哎呦，林院长说不要，超劲的哇，大推呢，真的大推，好不好？初音摇杆难得一见，欸，这一支比大摇还贵呢，要3300呢，开什么玩笑，好不好？差1000块就可以买一支还要不杀了，你看人家价码有多恐怖。哎呀，如果每天过得跟大叔一样快乐，不要这么说嘛，来看节目就是要开心，好不好？不然要干什么？是不是哈 ？OK， come on， come on。 Oh shit， Oh my god。不要那么认真嘛，好不好？我们只是随便玩一下而已，电脑你何必那么认真？你不认真我也要认真，我跟你讲。哎呀，打你个蹦 ！Come on，come on！ 啊 ，shit， 可惜，哈 ，OK。推推都跑去玩初音怎么办？会吼，不要双这个初音跟那个快打旋风两相宜啊，是不是？买这个又可以买初音的来玩，然后又对应快打旋风，反了吧？应该是玩这个可以对应快打旋风来做。别人找阿克对打，看这对打一定不行的嘛。那、我打赢的话，我如果打赢人家，那我不是很尴尬？对啊，打输正常的。这个少了一些按钮，这是很强的 handicap。新摇但是有刺手感。你确定阿哥用这个跟摇会很惨？可以啊，但是应该会死得很惨。哦，其实不容易耶。哦，
好吧，如果要干，你报一张，你可以来打。呵呵这应该没办法直接应用了，反应真是超慢的。哦 shit， wait wait wait。OK， 试试看，没问题。先把这张过完好了。这春丽用起来应该蛮顺的，因为这样不要转气功器的话，搞不好是可以。打你会赢的，不要这么说嘛，是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反应呢，直接顶多只会发气功而已。破线，这老不带的。我还是其实打起来还是有大摇的感觉。对。破线。欸，可是打这样下来，我的手超酸的，看，算是在第十关好快打赢，最后一个把它打掉。你要看有没有人来挑战一下啊？挑战最强，史上最强初音摇杆，好不好？慢。来杀 ！QQ， 干嘛顶着赛？呀！刚刚因为被班长骂说，正常的大摇不打不练，在那练这一支，一起安装哎。哈！呀！重点是我还越练越熟悉，怎么办？是什么情形？要修啊！そのまま寝ているよ。いい感じ。やりましょう。哦，不够，只打最后一个啊。不过这简单模式啊，我如果按到那个中等以上，搞不好应该打不过。酷老老，嘿，嗨，酷老。哦，切。完了，我变强了。哼！哇，线被连断了。不要急，不能慌，慌了就输了。哦。没有，我急了，不能输，阿轩啊，可是啊，练练原本摇杆就不会玩了，真的，就这样，好，我们证明了这个摇杆是可以对应的，接下来我们要接受这个其他的朋友来挑战，好不好？如果各位这个有加我 ID 的朋友，欢迎加入这个挑战切磋的行列。我用这只摇杆跟大家无聊玩一下好了，请大家不要太认真。嗯，呵呵，是要看怎么样打的，好吧？看一下好了。喂，我开一个大镜头。有没有人要玩的话呢？请在这个 chatbot 那边告诉我一下哈。我现在就是用任何一个 ESU， 密码也不用设了，和时间99先取一场。好，
这个我有邀约的人都约一下好了。会长，会长有在线上要不要来玩？我邀你来电我一下，好不好？会长，我邀请了，嗯，其他朋友我都邀一邀好了。那个苏阿哥就不叫被笑死了，没有，那很认真，不要那么认真，好不好？只是看一下效果而已，输了就输了，也没怎样哦，赢了也不代表什么，就乱打。正式官方比赛，如果你用这一支打，我就觉得他妈，我真的佩服他了。然后呢，我觉得我都腰好了。不好意思啊，哎，问一下，我那只 V3 PC 有支援吗？我现在知道 PC 版来讲的话，好像只有对应这个 Xbox 360的那个摇杆，所以你如果是 PC 来讲的话，可能要看之后的问题，或是要模拟的方式玩嘛。因为我本身没有 PC 版哦。然后 V3 那次我本身接了这个电脑的时候是有反应的，可是它的按钮位置稍微有一点奇怪，嘿，所以我在用 V3 玩快打旋风四代是可以的，然后就是 PC 版的。之前的话，我之前有买 PC 版，但是五代我就不确定，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考量一下。嗯，好啦，可是没有人要连的话，那我就直接找人家跟我打好了。不一定会被电爆，好不好？一样，我就开 option 非正式排名，连线状况仅限五，硬件任何硬件。我有没有在玩 PC game？ 我真的最近是比较少哎、欸，嗯，我之后后来就是比较少一点，这样几乎是没有了。嗯，我问一下 Training Mode 好了，等一下如果有人在进来的话，直接跟我打。然后如果有想要玩的朋友，就是欢迎一起加入哦。嗯，开着让他自己找，还是想练一下绿网 K 好了。可以。实况的话，用这一支打还真的蛮辛苦的。阿可交出摇杆空运给我啊！这一支吗？妈的，这支3000多台币耶！天哪！来，用这支先练一下。呀！你可以下订单了，要练基本招。哦，来了来了。OK 吗？这样真的好吗？这样真的打 OK 吗？哎，布鲁长官，哎，干了一定会被他电爆了，是吧？啊，说好算了，喝个水。Come on， 这个。校长不是那个吗？那个外国人，Hello， 昨天有看到那个跟这个玩家一起玩。Hi, let's see you again. Yeah, I'm using the Hatsune Miku controller to play in the Street Fighter V. Yeah, okay. It's a good practice. 啊，这个人不行了，我要掉了。
哦，哈哈哈哈，哎呀，我靠！来 go Ken， 那我倒了，啊，打他！这不是方便按吗？这是拿来玩好玩的啦，当然不方便按了，少两个重手重脚哎、欸，嘿，初音可能要站着玩，呜、哦。哦、oh, shit！ 证明了这有梗对战是不行的。哦、oh, ，至少还反驳了一次。啊！啊！啥来啊？还可以三龙拳，一样照打不误。呀！啊，输啦！有点 hitbox 的感觉，嘿 ，hitbox， 嘿，嘿 ，OK。其实以前那个快枪一代的时候啊，它是有对应那个，真的是可以用敲的那种按钮，说，对啊，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之前的话是有。其实只拍那个画面，很像在玩音乐游戏。阿葛空运这支摇杆都可以，我帮你接手。机车哎、欸、你，林院长还蛮认真的、啊，是。那空运一个盒子给你好了，这盒子超可爱哈、哦。初音的这个摇杆。哎、欸，小臂上，嗨，你要去出展回来了，嘿，辛苦啦，嘿。小臂上，我给他用这圣哎，初音摇杆，下次我就要用吉他英雄玩了，给他笑哎、欸。好 ，Welcome to come to our Twitch channel about Street Fighter V, and I'm using the Hatsune Miku's controller to play in the Street Fighter V.、There's no reason to play with this controller, but it's very interesting, but not useful. 完全不好用。嗯、yeah! yeah! 还是这样可以靠升龙拳的。打连段就比较难了。嗯、因为算不太准时机了。哎哎哎 ！Yeah！ 儿子不用了，摇杆行了。够了，这也是我的收藏之一啊。其实我之前也有介绍那个初音的音乐游戏，对，只是他的就是想说 P 3的摇杆能用，突然异想天开说，哎、欸。搞不好这次可以用才对，它真的是可以用，好不好？要去那个台北公馆大窑要改，说我要改成这个样子哦。现在是专门配备这个基本这个比赛专用摇杆哦。然后马上说你是笑哎，嗯，你看无理。OK， 啊，欠咪啊，变胜啊，马上死定了。那快速飞来飞去的，妈应该会很惨的。大叔，日文石勾印呢？什么？石勾印就是很厉害，哇塞，超屌的意思。嘿就是石勾印呢？我跟你讲，石勾印，日本很喜欢石勾印，但是有很多种意思，就是很厉害的意思，没错，超屌，很酷，超棒，非常厉害，这些都是。
我们这人应该不知道说我在用摇杆，他要电我。哈！还没开。五六开。啊，我没摔到了，这两颗哎。Yeah！ 还是可以摔的，好不好？啊，完了完了！啊，后边要剩啊 ！I know， 咋没到？修不出来，欠！啊，咋没咋没？打打电脑可以啊，打人真的是太难了。能发出气功就已经进一杯了哈，就已经非常吃力，好吧？没抓到，这玩家是不是知道我用摇杆特别让我？你看，他在让我，现在在让我，感谢。这种初音键盘外面就有在卖，真的吗？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因为没有中脚，很吃亏。I don't can。 Yeah， 准备。Oh shit！ 啊，不来！哎呀！来！哈！哈！干！太难的了，太难了！这个他打完全没有办法反应的，证明完全是不行的。Yeah, I'm loose. Yeah. 要玩电团队打哦，好啊。好，我们现在这个摇杆用的是这个，我自己都快要笑死，快要笑了的。好，我们的开场呢，主要就是用这支摇杆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哈，这个初音的摇杆，但是其实玩起来呢，还蛮痛苦的，嗯。所以，这个建议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当然还是买正式一点摇杆哈，这个只是拿来搞笑用的，所以大家要打的时候千万不要傻傻说，哎，老板，我要买快乐兄摇杆那个初音版的，哎，没有初音版这种东西哦，除非你去那个。台北公馆那边改可能可以改成初音面板的大摇，可是实际大摇杆不是长这样，这是音乐游戏专用的摇杆，好不好？这个 Sega 出的，原来这个之前也是 Holy 发售的这款摇杆呢，它原则上也是卖的不便宜，那个卖3000多块了，有点贵，可是有趣啦，打一下就是蛮好玩的。新的是 PS4 的内建镜头太小了，看不清楚，呵呵，但是没有办法，它就是这么大而已，极限值哈。它的那个还来挑战呢，天哪！我都一定要休息，我很脏东西，好吧？既然来了就再打。这个打完的话，稍微抽烟休息一下，休息个5分钟，然后这验证是打起来是很痛苦的。而且我有可能已经在摧毁我这只摇杆了，之前不是这样玩的。中华台北，台北的朋友你好，应该是台湾朋友吧。买快打五通文机要求手把要换初音的。一堆笑了。决定明天开始就直接练这只摇杆啊，没有啊。讲个麦闹扣零，公平起见，大家都用这支来打才公平，对不对？
麦克很懒，然后光发气功就已经那个精疲力尽了，是不是？哦天，还无奈，求了求了，嗯。I don't care, can me. 哦 shit, 打咩？然后接到初音公司投诉，伤害初音对象，真是够了。哎呀，别打了！过来，过来！啊 ！Oh shit！ 这是最新最强的宇宙无敌大摇杆，嗯，叫做初音摇杆。啊！干！这人家扣升龙拳真的太难了，有点吃力，因为你要拍两个，我扣出来就觉得自己超屌了。我看，啊，摔不到啊，这两颗按下去没有摔啊。天地长，你不要乱骗人了，快打专用初音摇杆，不要乱乱讲好不好？这个就是音乐游戏的初音的那个摇杆齁，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一般格斗用的大摇杆，请大家不要误会齁，这个大家不要乱讲齁，你现在只是测试一下用这个摇杆能不能玩这样齁，结果是可以的，嗯 ,OK 的，但是不好用齁OK 好，这个我们稍待先休息个五分钟，我去抽根烟一下齁，那等一下回来的话，如果有朋友要这个一起玩快乐兄弟的话，那欢迎一起加入齁。各位目前收看的是我们在这个 Twitch 上面直播的电玩节目叫日本大游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按赞齁。那稍待的话，我们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玩一下快乐兄弟的部分齁，我们稍微休息个五分钟哦，等一下回来哦，我们休息五分钟一下哦 ，OK， 好，大家可以去上个厕所哦，可以，还是说要看一下初音摇杆也可以了哈 ，OK， 好，那我们待会见，嗯。
我用初音的那个大摇杆在打坏打旋风，四颗大牛，然后很多人进来看，慢机，嗯。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日本大文明哈，刚稍微休息了一下哈，所以我继续用这只摇杆玩吗？还是回归到正装那个原来的打法？我还是用一下打一下过关模式好了。同时，一样是接受其他人的挑战。嗯走。可是如果没有打赢人家，这样就不好看，有没有？直接就没有那个好玩的样子了。我现在要练一下，练到很顺才行。练得不顺就打不出来。硬要，嗯。好啦，就再打一下，用别支看看。那种，这支应该也是可以玩。哟西，好，今天这个日本大文明特别篇哦，使用摇杆最新的这个初音未来摇杆哈，完全跟这个格斗版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哈，完全没有关系哈，请大家当做键盘来打，打赢一场有没有？我觉得应该蛮难的。哦，那感觉没有了，我忘掉感觉了。不是。哎，可是会累的哦。但是摇杆打真的会蛮辛苦的。哈、啊，打气都。哎，拉细斗是可以用的，没问题。Keep attack！ 原来早就跟初音合作了，哈哈哈！哪里走嘞？救命 ！Exa！
咻咻 KO， 你用这只打电脑其实绰绰有余，打电脑的话，但是如果打真人的话，真人会有那个真人的模式在玩，可能就比较难一点。打气斗，喂，呵，好险，看还是有点眼罩，我靠，这他妈的！天哪，这只电脑变聪明了，好积极哦！怎么那么积极？你不是简单吗？你怎么跑出一级不应该有的行为？不可以！Splash！ 射射射射！呀！超力战技照用鼓舞，对，呀，那摇杆会乱飘哎，哎呀，呀呀呀呀，当然是，我越来越用越熟练了，怎么办？我以后到底是要练那个准的那只摇杆，还是要练这一只？是是，就是这个利益，嘿嘿嘿，是是是，区区的个电脑你在干什么？呀，好烦恼，要选静音还是除音？烦恼个屁呀、啊！不要误导大家哦，千万不要那个要练快的人还是要买正规的摇杆哦，什么准啊，或是 Holy 的摇杆。虽然这些是 Holy 的，但是这个是音乐游戏哦。Ten， 来是六，是不是？你看大家玩用摇杆一直找不到对手，不屑打有没有？你不要以为你有正脚就臭屁了，我什么都没有，一样打赢你，笨脏东西！哈，哈，扯扯扯扯！小侠龙卷风，可来了！呀哈！切！切太！兄弟！哇！这个动作大太大了，一摇马上那个整个那个 webcam 都会跑来跑去，对不对？其实练习惯之后啊，搞不好对于那个初学者会有帮助，因为这个概念问题嘛，前下然后学下这颗神龙拳就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嘿，这你看，噔噔噔，啊，这一次没有神龙拳，我忘记了，哦。小侠龙卷风，是是是。KO， 难得，就天，艾克边缘模式开始，靠腰，就让它改成叫那个
日本初音大有名的，什么鬼？马上被 Sega 社 S 社告，怎么可以滥用肖像呢？我下，哈。我还蛮想看我到时候直播的 replay， 我按那个按钮的感觉，因为我在打的时候不会看按钮，我就直接用直觉去拍，应该还蛮有艺术性的吧，哈，有没有很有节奏感的感觉？讲完马上就有人家来挑的。初音这支原则上是完全不静音的，非常的吵啊，一直在被啪啪啪啪。哦，它没有任何摇杆声，它只有按钮声而已。嗯。好，有点歪掉，来，初音赞，初音加油，日本的 Dingo 桑 ，Dingo 桑，你现在是跟初音摇杆在对战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在玩的那个手法是什么呢？嗯，初音让两招，对方要让我两招吧，超兵。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干，我因为惨死了。哎呀，超可怕，好不好？啊！啊！我的腮！没有中脚啊！我要中脚。啊 ，shit， 靠不住后又疼。啊 ，shit， 打没打没？啊，打没！今天限定摇杆，初音摇杆打到关台，靠！不要闹好不好？我在玩就是玩节奏游戏，哎，这人会跳起来，可以摔哟。对啊，哦，线，那个小跑过来，我看我打了。什么叫初音？什么叫初音摇杆？我靠，就是这个摇杆，超兵。那个少说我是白痴，耍宝！我靠！就算是输，也要不能也要认真打，这样子才不会枉费人家对战，是不是？啊，超不出射龙拳了！啊！哦，赢一场，这样子算赢吗？赢一场！天哪，看，好，初音摇杆获胜一次。I don't care。Yeah， 跳。阿可的心理战又要开始了。防不住神龙拳啦 ，OK。大家快帮我集气。看能不能打赢！呀，小拳小脚到了！冲啊！冲啊！冲啊！耶！赢了！赢了！哈哈！呀呼！哈哈！初音胜！初音胜了！耶！哈哈！太神奇了！这位日本玩家如果看到，应该会觉得很傻眼。你是在用多几个摇杆炮？啊，你用这种诶，难得多，不少，我蛮好呀咯，应该是这样养我吧。咔咔，好不好？初音摇杆还是有机会的，不一定用到 Holy 的准，还要不杀也不用了，好不好？干，抽筋。
方向这是有练过好不好？叔叔也有练过，不然就怎么打？是不是？巴赫按钮是不是？还没有中脚跟中脚，What the fuck？ 一定封片卖游戏，键盘玩家也这样玩，对，这跟键盘有点像哈，真的。哈哈。拉西斗，拉西斗来 ！Oh shit！ 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我们节目叫《日本大游民》哦，我是这个实况主 Ark。然后我们节目原则上有介绍非常多多元化的游戏哦。那不过这阵子这个快充非常的红，所以我们目前就是比较多在玩这款游戏哦。看起来 Blue 上你要跟我对战哦。是这样子吗？噔噔噔，不用补助。哎，来挑战个，嗯，布鲁桑，你对我已经有很深的怨念了，对不对？就是硬要电我就对了。等下我开音，然后你约好不好？因为我如果去要那个选单，他会跳出那个叫什么？录影会被关掉的功能。所以我还是开你进来好了，好不好？哦，来，我先搞一下格斗游戏，噔噔噔噔。好，我们的布鲁桑要来挑战一下初音大遥感，没有问题，完全是 OK 的。呵呵但是这样真的没问题吗？请大家在玩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哦，买大遥。不要用这一支摇杆玩了齁，等下买错不要怪我齁，让大家误会，这个以为这是快乐兄专用摇杆，不是齁，这是初音未来的音乐游戏专用摇杆的。好 OK， 我邀了布鲁桑，欢迎排行榜我又不 care 了齁，就是你们要怎么打就好，因为我本身也没有在追什么排行的，好吧，再怎么打也打不赢那个很厉害的人。不过呢，阿格心里有这样想过哈，就算我们打这一辈子怎么打都没有办法打进电竞，像小象这样子高超强的选手，但是我们可以在因为喜好这个快打旋风的这个热情，可以认识到更多更多这个喜欢快打旋风的好朋友哈，这样我就觉得很开心了。这样，哎 ，Daniel 道上，晚上你好，这是什么摇杆啊？这个是初音未来的那个音乐摇杆哈，我在恶搞乱玩。嗯，腰比较长的台杖，好，没问题。好，来挑战一下这个初音未来的摇杆来玩哈。OK， 好，我们已经邀约了，这个等一下的话呢。我们来看看哦，我们刚用这个摇杆打赢了一位玩家哦，日本的玩家，呵呵，但他搞不好更不知道他是输在用这一支初音摇杆上面打被我打败的哦。看到之后不知道他有作何感想，应该是下巴整个掉下来哈。啊？可能台湾人是吓的吗？这台湾人他是疯了吗？本来就是疯疯癫癫的哈。OK。你不是喜欢快打旋风的，你是喜欢 KOF 哦。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有看到你那个特制的那个摇杆很漂亮哎，那个应该是在公馆那边改的吗？就是定做了，应该是定做了嘛，是不是？还不错哈。大家如果有那个买新摇杆的话，请可以PO在我们我昨天PO那个我的电动玩具的那个设置台那边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摇杆。然后看看什么样的心得哈，我的话就是海亚布沙的那一只摇杆，嗯，所以其他朋友如果有买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那个粉丝团去做一些分享哦，大家可以 share 一下，嗯，哟西，来cha ，let's go。布鲁桑手下留情了齁，阿格获得一个成就，用初音，他没有这个成就，制定成就有没有？
样。哦，最漂亮，漂亮。阿可有玩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我有稍微玩一下耶，还不错，可是那是比较像 online game 的感觉。哦，就是 RPG、MMO 啊，所以可能就是要买那边的话，可能要应该要连 server 才能玩哦，我猜，那不是单机耶。嗯，Boy Sang， 我赢了，怎么办？手下留情啊！真的，承让了。怎么办？我看到你被笑死了。来，实况组也是有更新的，好不好？不会因为遥感怪怪的就放弃比赛，还是很认真。好不好，我们要对应这个回馈每一位玩家的这个认真的去应对他们每一场比赛，好不好？会 ，come on， 哎，我一直在偷跑，哎，啊，那气斗。哦，现在输了，漂亮，漂亮的反击，超帅的。阿布拉布拉，去吧，啊不够，啊这，尴尬了，阿麦干，哈，哈臭，阿飞弟，阿健。阿夏，等我啊！这个，买你屋里噻 ！Come on！ 哈！我去，再打过来！漂亮，死鬼！哈哈哈哈！啊！成浪了，初音遥感成浪了。会上你啊，你要受伤了，真当莫名其妙，阿哥获得第二个成就，用初音打赢两位玩家，没有，那是玩家让我的，好不好？真的是咕噜长好玩哦，这样我感觉跟就是打起来会比较顺畅哦，有没有？就是玩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惊，是不是？怎么呢？没用键盘模式控，一样啊。气功就是先按下跟右嘛，只是说要下跟右要快一点，就是这样，啪啪啪啪啪啪。那气功那个旋风脚就是反过来了，啊，升龙拳就更顶啊，升龙拳要这样子，然后啪啪啪啪啪。其实我跟上次在节目上跟大家教的嘛，升龙拳基本上用法就是前，然后再发一个气功，前发一个气功就可以用了。嗯，那看你要换个颜色，我换个黄色的衣服。值得了哈，直播。哦，不路长，你用这只打我就可能会被闪电哦，有点恐怖哦。不能全用不出来就没有，前发气功，前发气功，好不好 ？OK。目前战况就是使用这个初音带摇杆有打赢两位玩家齁，不过我觉得不想承让了齁，玩到实验性的操控方式。OK。
哎，进入到第三场比赛啊，这场一样阿格使用的是这个 Ken 的角色，但是如何打赢这个卡琳呢？这个也没有把握啦，打了就知道了，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哇！哦，shit！好不来，好不来！不行，这龙拳还是发不顺。前发气功，但是真发气功。啊！冲的！Get the way! Round two, fight! 你要累死实况值，这打起来很耗体力的。快来用那个初音摇杆打。啊！前发气功，得。后线，啊！哦，漂亮 ！I get it， 死呀！路障漂亮的攻击，好，马上这个阿黑又败了一回啦。Final round fight。先来个旋风脚，连发气功也没有。Oh shit！ 哦，帅，漂亮，超恐怖的，这什么连击？哇，最漂亮！但发不出去，神龙拳啊，太可恶了，怎么会这样子？哎呀，谁老师？哦，哇哦，三七四七，我不是日本人，但是我会讲日文的，是哦，嗯。但是台湾の方です。日本語はできるんですけど、今はこれ初音ミクのコントローラーをやってます。よし、アウト。有没有其他玩家想要一起参战的齁？不入场当然也可以继续打，没问题。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在右边的这个 chat door， 然后可以留下你们的那个挑战的意愿齁，然后我们就可以，我再把各位的 ID 加进去来做挑战齁。这是摇杆，是初音的音乐游戏摇杆齁，基本上它有上下左右跟所谓的方块三角形跟圈圈叉叉的钮，也就是说我有方向键跟轻拳、中拳还有轻脚、重脚哈，但是没有重脚跟中脚是吧？嗯，哎，换一只好了，一直用 Ken 的不是办法。打系统，打系统，打系统 ，OK， 下，没有，因为大家最近都在聊那个大型电动大摇杆的问题哦，很多人就是缺货买不太到哦，好吧，都完全买不到状况下，干脆用这一支来玩哦，这一支大摇杆是不是哈、哦？差很多就是。吴议长阿可是深夜节目的主持人，你这样讲很奇怪的，我不是专门在介绍那种怪怪的那个骗子的实况组啊、哦、我是开比较晚实况的实况组，嘿，简称深夜组。喂，哪里有？哎、欸，有下，颜料秀，好，破一张。这次使用的是塔尔西，然后我本身用的是拉希德这个小侠龙卷风，哦，自己乱取的名字。那 OK， 哎，不破关不破台，不关台这个东西可能最近没有比较适合的游戏，哦，所以暂时会没有，哦。奇怪，那个丁俊长，你很喜欢我睡不饱是不是？真的，那超怪死掉了。小侠的龙卷风，啊啊啊！啊啊下！哦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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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Wait a moment. 哎呦，完全不是对手的，完蛋！我打细豆，打细豆，好烫啊！打细豆，打细豆，我懂。深夜节目主持人是曹曦林，还知道曹曦林这号人物啊！天哪，这位同学你是几年次的？不过弯不过才是这个台的特点，是没错的哦。哦，坚强的毅力都，所以游戏不管怎样，尽可能都把它玩到破台，但是其实字数并不多。啊、哦，我们这个日本大文明的这个节目的话，哈、哦，就是有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再跟其他的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哦，就是因为我现在很认真的在跟 boy 打哦，我在那边边聊天边打，就是辜负他的好意，要彻底的把他干掉，是不是？哈哈哈哈，照样连招还是要打出来的。我去啊，没问题。哎，感谢 boy 不入场成长的最后一场，欢迎小侠的龙卷风。呀呼！我抓，啪！小侠的龙卷风，哎，有个飞！啊，完了，换上东西，上！呀，阿 Q ！Oh my god！ 呀呼！啊，哪里哪里？哼！哎呀哈！喊叫！就算用出摇杆，也是要认真的回报我们的玩家，不可以偷偷。哎呦，炫！来了！哎呀，非常的危险！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启动啊！我不能启动故意技，我没有重拳重脚，没有重拳重脚。来了！哈！哇！死怪！小侠龙卷风！哈！龙卷风在线，好，不路上成浪。OK， 没有那个每次不路上跟 boy 长的名字我都念错，太快了嘛，都是 B 开头的，真的是。好的 ，boy 长，你们可以先去洗澡，没问题哈。现在可以要求我用换回原来的摇杆哦，但是我要再换回 P 3摇杆就比较麻烦一点。但也是 OK 的了哈。哎，有没有人要接手？对啊，可以接手哦。哦，其实这样打起来也是乱累的哈。就是这只这个初音的大摇，本身它，我记得是在初音的 F 的时候，不知道就 F 的时候买的哈，是 PS3 的。但是呢，好不好用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是用在音乐游戏，它当然是非常棒的一支摇杆哦。可是如果不是是要打快打的话，你就疯了吧，你真的是踢笑了。好，我 OK 哦，部长可以再玩没关系。Let's do this. Yes. 好想接手，但是没买游戏，赶快买啊 ，OK。Hot Fighter, thank you. Hot Fighter, you are challenged to using the Hatsune Miku's controller. It's for music game, but I'm using the controller to play the Street Fighter V. Yeah,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but not useful. Yeah, so I'm trying to use this controller to beat another player. Yeah, but always I'm beat it， 每次都是被打的那个。OK， 不然你超厉害的新手也想被大叔抖一下，不用抖好不好？这用这一支摇杆真的是，这个用这摇杆打应该有算当哦。不是 I 是，不是 J 是 I 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不知道哎、欸。Hydrate 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快买！我们是日本劝败代名，这个是 ID 吗？我不知道哎、欸，好像是哦。到时候我加一下，等一下。
哦，这个问你是要加我你的那个 Find ID， 好，我到时候再帮你期待一下。哦，切，阿布达盖，哎，国建，晚安。我目前是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 Blue 三正在打这个 Street Fighter Five。OK， 太过分哦，不要太过分哦。有没有欺负一个这么粗音摇杆的老的大叔呢？这样欺负大叔不好哦。哈哈哈哇漂亮Round two, fight! 跳地 摔一下 Thank you! Thank you! 小六片小六片一直学不出来我已经忘记用初音摇杆啊也出来了初音摇杆三龙拳的触感我已经忘记怎么用了中 Yeah OK 超嗨的啦感谢 Blue 长承让还有 Splash Song， 空邦娃，晚上好。Wait a moment， 啊，求马爹哦。神龙拳 ，OK。龙卷旋风脚，啊，漂亮，漂亮 ，Nice kick，OK、okay。部长漂亮的。百裂连脚，纯音的连招非常的实用，对这个初音的摇杆到底能不能够有多大的效用呢？太可怕了！哇，阿妹，活动拳，这时候只好用奇怪招式。啊，完了完了，啊，完了完了，真的没了，真的没了，啊，不要不要，啊，可惜啊，看。Guys， 感谢布鲁长。传送对战结果失败，为什么？不可以，这是比赛禁止用摇杆，对，是不是？好，然后我开始用这个摇杆，越打越顺了。会不会以后比赛我就带这一支去打？这样很抢风头哎，对。好，刚刚这个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邀请。我刚刚的那个 ID WoW 的 ID 我还没有加，是不是？我看能不能先加一下哈。好，初音键盘好邪恶哦，真的超邪恶的。好，感谢 Blue 长哦，那一路上刚刚跟我们这个表演这个精彩的对战，嘿，我的，有的话呢，我输一下 ，WOW 嘛，哈 ，WOF， 哎 ，FJGHT 是。啊，我刚输入错误字哈 ，F L War Fighter 是不是？好，这个 Splash 赏也上线，好，我们等一下就是可以邀约一下哈。我先加一下这个新朋友的 ID F I F J G H T E R 是不是？嗯，找不到，看一下，刚洗屏，我刚刚没有看到 ID 哦、oh, ，Hot Fighter，OK，Sorry，、okay, 是 Hot Fighter， 好，抱歉抱歉 ，F J G H T E R 吗？
好，有搜寻到了，我帮你加一下哦。好，登录了，感谢这个哇哦3747那个那位朋友，嗯。好，各位收看，今天是这个日本大名由阿克为各位直播的《快乐熊猫五代》哦。目前跟我使用的是初音的大摇杆，跟各位玩家来做互动哦。打的可能会乱七八糟，不过这个好玩嘛啊。如果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线来，大家一起切磋一下哦。我创建一个大厅，然后我来约各位。嗯，嘛不用设置，也许有任何硬件 ，PC 版也可以，三场取一场。嗯，好。好的，那这个 Hot 算那个念 J 呢？不过我就是算 Hot Fighter， 就是 War 长。我先来邀你哦，看你方便的话可以进来。OK， 然后接着这个 Splash 长的话呢，就看断掉了。Why？ 连线大厅不稳哦，是因为今天是礼拜六的关系吗？嗯，怎么突然断了呢？约席游放电大厅哦。好，如果愿意来参加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实况的对战的话呢，欢迎各位能够来一下参加。如果你是 PC 版也 OK， 有 PS4 也 OK 齁，我刚刚开的局势两边都可以吃哦。好的，我刚刚已经邀约了齁，这个哇哇想你可以看有没有收到我的讯息，有的话就请进来，我们一起来这个切磋一下快乐熊猫五代齁。如何进？懂，你到那个主画面的左上角里面有一个类似像那个一张文件纸的那个按钮齁，你按下去之后它会显示你邀约的那个记录哦，你会看到我的 ID， 我的 ARCKNIHT 的那个邀约，你按确定，然后进入那个邀请局就可以进来了。好，你试试看。嗯，好，趁现在邀约的时间，跟大家稍微再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哈。我们节目基本上是叫日本大游民哈，基本上我们每天几乎都会有实况的。游戏的实况转播，我们是游戏的这个游戏台，嗯。因为最近比较夯快乐熊猫，所以我目前开的是以快乐熊猫为主哈。但是可能这几天之后呢，下礼拜开始，我们一些比较新的游戏呢，我这边也会陆续的透过这个Twitch直播跟大家做介绍哈。目前手上呢，还有《生计品之血》的刹奴还没介绍，还有一只叫《战场女武神》，嗯，买到现在都还没有玩哦。所以有兴趣的玩家呢，可以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或是我们把我们的退群做一个 follow， 我会感谢各位。嗯，好，我们跟这个窝窝长，嗯，窝窝长请手下留情了哈。这个不要电报也是没有关系的哈，就是开心就好了。就是你如果想喜欢玩这个游戏的话，大家开开心心的哈。所以玩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尊重、包容跟友善的心情哦，来一起来体验哈。全境封锁，全境封锁现在是有这个 CB 的版本可以测哈，我目前只知道是 PS 是有的哈，我有下，但是稍微玩一下，如果各位有兴趣也可以试试看哦。嗯 ，OK， 嗯 ，Hard Fighter，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院长，这位玩家应该是非常好，应该是老手了。掉了，手感忘记了，我们的初音摇杆手感我忘记了，虽然不会打的，
这个要拍，摇来摇来。超帅的，打不打？哇！对啊，刚刚突然停下来以后，手感完全忘记了，不知道怎么打的。玩格斗游戏还是要持续一直打才行，不然这个整个感觉都不齐。还都 OK。都是骗，漂亮，超屌的。啊！抓回升龙拳的味道，跳在，呀！他这么踢，全部，真真倒霉！哇！天上，天上 lose。好的，我们的窝窝上今天又挑战我们这个阿哥部分呢，阿哥胜败啦，打得赢，而且我觉得他有让一手，窝窝上没有让一手，没有特别的来刁难哦，可以这样对实况组如何的这个如此的这个善良，真是难得哦，哦 ，Nono Panda， 晚安 ，Yes， 嗨 ，Good evening， 空邦吧，嗨。OK， 就是你跟一个用这个键盘的对手打，这样会有趣吗？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干劲了，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有没有硬来硬拿这个摇杆来打就没有？啊，承让了啦，真的哦，你也客气了，真的。我用打气斗好了。打气斗，好，我们的窝窝上一样是用我们的绿，所以阿哥这边呢，你更换的就用打气斗来玩，哎，是的，好。啊，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加入我哈。把你的那个 Find ID 可以在我们的右边的 Chat Box 告诉我们的话，OK。あと日本人の方がいらっしゃったらこんばんは。あのこちら台湾人のプロキャスターアークと申しますけれども、あのこの度はあの初音ミクのコントローラーを使ってストリートファイター5をやってますので、もし興味があったら。あのファイター ID をあの交換して一緒に楽しめましょう。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お、危な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ちょっと。ラシート。あい。对，你这摇杆如果碰到有一定程度的玩家，你用这一支玩就没有用了，而且会累。我现在其实蛮累的，然后手一直玩这支游戏，摇杆要手要一直张开，你知道吗？我现在都是，人家都是这样问我，是用这样拍的，超屌好不好？玩到我快笑死了。啊，不赖不赖，牙败，漂亮，我气的我，用不出来的靠背，没有手感了，刚刚的手感完全不见了，那有点对不起这个我们的窝窝掌。现在一直打有点烂，好，我外球要登机啊，你看，
今天要这样一路一直用这一支摇杆打下去吗？这样我可能会对这游戏产生不好的印象哦，打起来已经有点灰暗了。休息。拿 DDR 插电来打，我也很想哎，我曾经也想过这个问题，可是我没有那个配备，不然到时候用初音的那个，用摇杆打应该蛮屌的，真的。对啊，手感已经消失了。对，没有，应该会累，你知道吗？因为你要拍的话，拍到后来，再就是跟人对战的时候啊，会慌的。慌了之后，你那按钮的话，它会误触就出不来，要着急。讲那么多也是借口，打不好是事实，好不好？所以阿哥在这边跟大家认错，打不好就打不好，不要有点任何的抱怨。OK， 好。等一下，我换一只好了，换纳修看看。纳修也不会比较好，就是了。对啊，我自己本身也在练啃的哦。Street Fighter， 哦，我们班长长加入了我们的派对了。哦，哎，班长长，哎。空棒吧，我们现在目前在挑战使用初音摇杆来打，现在跟很多，我刚跟一位日本玩家打，然后还获胜一局耶，超屌的，没错，好，跟大家朋友刚进来的朋友不晓得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天之声医药班长长哈，班长长对于这个快来旋风有蛮多的知识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 chatbot 上面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哈。OK， 想睡觉是不是？对啊，害我，对啊，害我跟观众讲说你很快就会过来，结果你隔了快两个钟头才进来，啊靠，离开派对，班长长自己突然离开了，刚刚有听到班长的声音吗？应该是有哦，因为我现在是派对，啊，没有听到班长的声音哦。那我可能要看一下 PlayStation Web 啊，看断线了，断线了，好不稳啊！天哪、啊，为什么断线了？快打旋风，快打旋风断线了！等一下，断线了。嘿嘿嘿嘿嘿，什么情形？先看一下哦，我要目前派对也出了一些状况。如果听到我声音的话呢，请稍后待一下哦。目前正在测试当中，在发现什么代志啊？放纵四步，
真的出了一些状况。哎，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班长长突然这个被 kick 掉，但是我 ID 我还没登录，我先登看看他们进去哦，怪怪的，一切都是大叔太激动，嗯，真的，真假是安尼呢？但是连线连不上去啊，现在是刚我玩到一半被 kick 掉了。太奇怪了，哦，有登进来了，好，很好，稍等一下哦，加了一个派对一下啦，嗯，好像怪怪的呢，好吧、啊。Why？ 来玩到现在直播的正嗨的时候，突然妈的没有办法连线是怎样？是在抗议我使用这支摇杆是违规就对了。还是可以回归我的还要不杀是吧？不知道，跟最近真的是比较多人在玩哦。嗯，连线也故障了，我主机重新再开一次好了哈。可能人数如果到时候看到再重新登进来，假设有顺利的话哈。好，我稍微把台先关一下，然后我整个主机重开啊，因为怪怪的，不知道为什么哈。虽然人数这么多，没事，请稍待我一下哈。OK。那个 Splash 想要跟我玩，我等一下再重开一次，看能不能成功哈。因为现在好像怪怪的，这样。好，那我先切掉，我们等一下再见了哈。稍微等我一下 ，OK。